各位前辈，大家好。啊，我是台湾民政府司法部林永成。啊，今日简单要甲各位介绍吼，咱台湾民政府吼，做司法改革啊，甲关于咱的一寡主权吼，咧也做主权者啊，占领权的宪法吼，啊，甲咱的转型正义。首先，甲各位介绍吼，咱谈迄个台湾遮的各个迄个司法院吼，啊，迄个咱的法院吼，拢会看到即阵啊吼，即阵是叫做正义女神，啊，咱的啊做一寡民主的国家吼，拢有即阵啊吼。这正义女神吼，简单甲各位介绍，这伊就是一个女生的形象啊吼，一个女生相对伊本身一个很雌性啦，伊母性就是对那个没有犯错的人呢，他本身会有他的一个慈悲心的啊，那也咱人类的一个母性啦哈，啊，所以用一个女生的形象，啊，然后手牙，迄个啊做代表公，迄个公平的啊做迄个天平哈，天秤哈，啊，然后目睭甲暗起来，目睭暗起来就是讲表示讲哦，咱无咧看讲被告的迄个啊做容貌哈，甲伊的权利。甲伊个权力啦吼，甲伊个身份，甲伊个家世，唔管因到是好个阿善，吼，拢是一律拢是公平。啊，手牙这支剑吼，这支就是公平的审判吼，就是迄个做迄个惩奸除恶绝对的制裁力啦吼。啊，这支剑吼，咱个一个司法要会好势吼，咱一个社会司法要公正，要好势，要有一个绝对制裁力吼，完全是来自于迄个咱个立法权。好，咱这个剑是来自于立法权哈，所以咱的一个国家要公平公正，人即摆咧讲啊，做咱台湾是足侪迄个啊，做司法的那个黑暗期啊哈，啊是真侪迄个恐龙法官呐哈，其实真侪物件哈，咱拢爱对立法迄个所在来甲防止，用制度来甲防止这个情形，所以这支剑有来或不来哈，拢是因为咱这届都是咱的迄个参议员的班嘛哈，咱一寡法令的演拟甲修改哈，拢是伫咧各位先辈手头哈，所以后边司法要好势哈，都爱唔忙咱各位前辈动心哈，来甲咱迄个多多的哈集思广益，哈甲这个法案哈，咱来甲定好势哈，咱的啊做整个社会都往上提升，好再加迄个。要告诉咱苏警的现在麻烦各位先拜安尼哈，咱先甲大家先感谢一下哈，谢谢。关咱这节课吼，要来认识咱的主权哈、占领者哈、啊甲代理者的宪法哈、啊甲公平正义、甲转型正义的一挂工课哈、啊甲一挂伊的案例啦哈、啊伊的形态、甲伊的方式啊，第四的。工课，咱要来看，就是讲咱的主权甲占领权下的台湾司法结构吼，会甲即马中华民国，但咱台湾吼流亡来台湾的一挂司法结构会无同款。啊，甲咱即阵啊，虽然无阿未输进吼，啊，咱有咧做一挂案例吼，咱甲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咱来认识咱的主权者吼，啊，甲占领权者，甲代理占领的宪法啦吼，伫咱伫咱的也做斗手评价吼，这是代表美国的司法部的迄个一个徽章吼，啊，这是代理占领的吼，代理美国占领的中华民国宪法啦吼。啊，因为伊的车轮牌国旗我看了足台北的，所以我袂瘾用伊的 logo 啦吼，我甲伊的宪法的第一张甲刻起来尔吼。啊，过来伫咱顶头的这都是咱的正港的台湾的主权者吼，毋是日本政府啦吼，所以我嘛无用日本政府的旗啊，我用。天皇的旗啊，这支是天皇的旗啊，好，这是天皇旗哈，天皇旗。首先，因为咱要有司法权，要有立法权，拢爱源自于主权，好啊，主权者诶，即卖目前诶结果是安怎？甲伊进前的结果是安怎？因为咱知影咱台湾是伊自世界大战的时阵吼，去啊做美国所占领的。哦、所以是甲中华民国是无啥物直接的关系啦，是不也是因为麦克阿瑟一号命令，吼、哦、啊做中华民国来代管，所以伊才用咱才即马才用伊的迄个大陆法院吼，来、哦、滴，咱才讲的大陆法院是讲伊迄个陆区法院啦吼，甲、哦、因的英美法系是无共款的吼、哦。首先咱来看啦吼，咱伫咧战争的时阵哦，叫做大日本帝国宪法吼、哦，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啦吼，
啊，战后的时阵，因为麦克萨就是麦克阿瑟吼，伊要求讲日本爱改这个宪法，吼、哦、啊尾啊，因做一个修正叫做日本国宪法。所以等伫咧台湾这个所在，算讲是战争后未还未处理完全的所在吼。所以咱爱来看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当然这部宪法是伫咧日本已经无啥人咧看，不过但咱台湾遮吼，咱各位迄个啊做参议员吼，所以咱爱来。后边要修法，咱就爱对这波，互咱来看咱当初时的立国精神是安怎吼，啊，甲迄个修法的迄个也做结果，所以咱来看这个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吼。这个明治宪法啦吼，对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日本基于迄个君主立宪吼，而制定的一个第一部的宪法吼，这是亚洲第一个也做第一部有迄个宪法的一个国家吼。公布伫咧明治的二十二冬吼，就是1889年吼，1月21日吼，啊，甲1890年的啊，做10月29日吼，都是行的吼。真侪状况之下，这部宪法嘛，向讲啊，做是明治的宪法，也是讲帝国宪法吼。相对于上迄个即马现行的日本国宪法吼，嘛，向讲啊，做是旧宪法，也是战前宪法吼。特别注意就是讲，唔管这部宪法的名称吼。顶头有写大日本帝国的文字吼，不过当初时的不是正式的日本的国号啦吼，伊的国号是伫咧昭和十一冬，就是1936年的时阵吼，日本的国号才统一改做大日本帝国吼，靠这个名称啦吼。啊，咱这个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啦，拢总有7章吼，啊，拢总啊做76条，啊，这就是迄个。伊个帝国宪法的本文啦吼，啊，这是迄个伊要颁布宪法之前吼，爱主权者同意，因为主权者无同意的时阵，伊袂当落立宪，所以这就是天皇的诏书，这是无共款的两部文件，这是无共款的两部文件。不过是以这本为准吼，是不管你遮安怎定吼，咱的啊做咱的主权者吼，就是咱天皇吼，一定爱准的吼，就是当遮准的。咱的啊做。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哦，有规定七章啦，我简单各位介绍啦。第一章就是介绍天皇的，一寡权利啦吼。啊，第二章就是介绍迄个咱的迄个皇民吼，咱的皇民吼，一寡权利甲义务，吼，包括纳税啦，包括做兵啦吼，包括迄个迁徙自由吼，言论的迄个自由啦吼，啊，甲非常大权啦吼。啊，但迄个。帝国宪法这是叫做绝对君主制，吼，伫咧战前，咱的战前宪法这是绝对君主制，所有的权力拢是伫咧天皇的身躯顶，干一项物件无尔，就是咱的迄个也做财政，吼，财政权是伫咧也做咱的皇民，咱的皇民爱伊若要战争会使吼，伊要宣战会使，不过咱会当买提钱给伊啦吼，不过即马已经全部拢改落来吼，伫咧战后宪法，即马咱伊个咧日本。帝国日本国这边已经无多宣战了，因即马就是类似半中立的状态吼。过第三种就是帝国议会吼，过来就是贵族院，好啊，包括第四种是国务大臣甲枢密顾问啊，啊过来第五种是讲到宪法的诶司法的部分，过来就会计啊，过来补责的包括讲修改啦吼，啊一寡权利。第73条吼，咱的宪法的修改吼，甲现行的法律制度的关系啦吼。简单甲各位介绍，大日本帝国宪法根据着第73条的规定吼，修改程序吼，落去全面修改，吼，变作是部新的日本国宪法，吼啊，日本国的宪法伫咧1946年11月13日来公布，伫咧1947年就战后啦吼，战后5月13日的时阵来实施啦吼。啊，咱一个国家吼，那强灭掉伊了，搁定用正常是要用一个制宪啦吼。不过，咱的啊做新旧宪法，咱的啊做日本国的新旧宪法是迄个修宪的形式，不是制宪。它的新宪法是来自于旧宪法73条，这个要特别讲的吼。所以，咱的由这个修宪的程序哦，咱的日本帝国并无灭国，啊，虽然战败并无灭国，咱的天皇虽然被压制。不过，即马嘛是还是绝对权力的一个迄个天皇吼。当然，伊的宣战权是即马是被人所剥削掉啦。啊，伊家己原来是签署伊的指令啊，伊的诏书来同意安尼。过来根据着新的啊做宪法吼，第
98条第一项吼，伫咧大日本帝国诶在大日本帝国宪法诶前提下成立的法令吼，作为新诶宪法相违背诶时阵吼，咱诶大日本帝国诶宪法吼当时失效，吼，即就是伊诶规定，新宪法规定讲吼，那我新诶部分诶宪因为即个时空背景诶关系吼，需要用到新诶法令诶时阵吼。然后含迄个旧宪法有去冲突着先吼，旧宪法才有失效。若无旧宪法是同款有效的，吼、哦，表示咱的旧宪法即马是也够有效的，还有效，吼、哦，还有效，吼、哦。所以咱接落来写了吼，只要没有违反新宪法的内容，旧宪法旧有的法令在日本国宪法的实施后依然有效，吼、哦。即咱台语有一句话咧讲啊，讲啊做新例无设。旧例无灭，吼，这大家拢知影。新旧相冲突的时阵是以新的为主，啊，毋过若无甲旧宪法冲突的时阵，咱的旧宪法同款有效。啊，咱台湾吼是伫咧，但对这个也做咱日本的新宪法来讲吼，是一个没有所谓不及的一个地区啦吼。咱这个所在应该是还阁遵守着旧宪法，咱是伫咧旧宪法。下面的台湾方面吼、哦，被马加萨所压制的一个地区，到即马还袂处理，吼、哦，这是对咱啊做国际上的迄个人权的压制来讲啊，这算真大一个，对美国来讲是真大的侮辱啦。因讲啊，做美国是一个啊做讲究人权的国家，不过到即马已经66天啊，还袂释放咱台湾人民自由，吼、哦。啊，这就是迄个日本。咱的日本国的迄条做新宪法时呐，所写因只迄个转档的时阵，小可迄个机构走去吼，好、哦，这先甲各位介绍，伊一个宪法要颁布的时候，一定要经过皇帝吼，一定要经过天皇，若无经过天皇，拢无准算吼、哦。所以，咱伫咧新宪法颁布的时阵哦，嘛是要阁经过，啊、哦，你看咧，正基于日本国总体民意吼和新日本的建设基础上。啊，过来经迄个啊做苏维尼吼，诶，顾问诶咨询啊，经由大日本帝国第73条规定，由帝国议会表决批准大日本帝国宪法诶修正案，吼、哦，表示新宪法是由迄个啊做古宪法迄边所延伸的吼、哦。啊，这王国重建才需要自宪哦，这代表咱诶日本无亡国啦吼。哦即对宪法上来看，当然咱甲即摆嘛看，咱的啊做正，咱是正白者尔吼，咱的国家无灭亡吼。啊，振兴者吼，代理占领中华民国，伊伫咧1949年的时阵灭国啊吼。啊，咱即摆是靠一个死亡者所咧代管吼。过来，简单介绍咱即摆新的日本国的宪法吼。我头拄甲各位所介绍的。旧宪法就是讲后边咱遮咱的参议院吼，要修正甲各州的参议员大人哦，恁要修正的时阵哦，爱参考的一个物件。咱即卖还阁是日本旧宪法所压制，比美国所压制的一个台湾方面啊，所以咱的地区教训咱一个台湾基本法要修订的时阵哦，一定爱参考着旧宪法。啊，当然模式会当像学新宪法，好，啊，这新宪法我来甲大家简单做一个介绍吼。这些前言了、哦、日本国民吼、哦、决心通过正式选出国会中代表立即行动了、哦、为着咱的子孙，确保伊甲各国的人民合作来取得成果甲自由，带予咱全国分飞。吼、哦，重点来啊，就是要消除因为政府的行为而再次发生战火。吼、哦，所以咱来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吼、哦，伊的重点是这样啦，吼、哦。我先甲讲完啦，并制定本宪法啦吼，啊，过来咱的国政愿意国民严肃的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所有的权利由国民的代表来行使，吼、啊、来行使吼，福利由所全体的国民来享受，这是人类普遍的权利。吼、啊，这部宪法就是用这个原理做依据，凡是甲这部宪法。相违反的宪法，就是旧宪法，伊咧写的宪法就旧宪法啦吼，甲法令、甲诏书，
拢咱拢甲排除去吼。即、哦、就是我读在即个顶头写案例吼，因为政府的行为才予主权属于国民吼、哦。啊，即、这个所谓主权哦，原本也是因为政府的行为，毋是天皇的行为哦。所以咱即个主权哦，咱是要咱的国民即摆要求的是天皇的所有权，也是当初时的迄个也做当朝因记的迄个也做管理权。当然是主权的管理权哦，是因为伊管理了无好势，才发生这个错误的判断啊，对美国宣战啊，哦，错误的一个判断啊。所以咱为着要，咱全体国民要为着要这个啊做军国主义，搞军国主义吼，避免因个越权啊，去压制天皇，然后转擅自去宣战啊，造成咱的一个战火啦。所以咱才要主权属于国民，啊，这个主权就是主权的管理权。这是主权的管理权，好。啊，咱新的宪法拢总有十一章，好，拢总有103条。修宪后的日本新宪法哦，重点伫咧第九条的放弃宣战权，哦，啊，加建立着咱西方普世价值的自由平等观念，加男女平权，加男女平权，好。过来，我爱介绍咱的占领权者的宪法啦，吼。当然，咱即马受到伊压制，后边咱也做台湾基本法颁布了后吼，要来实施、要来做的时候，嘛是还阁尊重着美国占领者的宪法，因咱嘛是属美国的宪法所保障的一个区域安尼吼。咱这个美国宪法咯，伊是美国的根本大法啦，根本大法啦吼，伊也做奠定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础啦。这部宪法是伫咧1787年的9月17日，伫咧费城啊吼，就是那凤凰城啊吼，召开的美国制宪会议上获得代表批准，拢总有十三个州，因当作是讲13个州吼。所以呢，看这 logo 吼，这是美国宪法的标志哦，伊顶头只拢总有13粒箍啊吼，甲箍起来吼。啊，这是美国的司法部的迄标志。根据这部宪法吼，美国成为一个由各拥有主权的州所组成的联邦国家，所以咱会当对这个看出来吼，伊呢啊做宪法是，敢那基本的，敢定基本的，袂定到一大堆，吼、哦。啊，各州因为因地制宜吼，所以他们州还有一个州立法权的嘞，所以因的州各州有州的迄个算因的宪法的州宪法啦吼、哦，叫做联邦国家吼、哦。这就是咱迄个世界第一个成文法的。成文宪法的一个成功的典范，哈。美国宪法哦，咱来简单介绍啦，哈。第六条的第二款哦，将伊的本身的地位表达做国家最高的法律啦，哈。啊，你各州若无同款的时阵哦，伊会不适用啊，所以伊在定法的时阵会正严格。有当时啊讲啊，你一个宪法颁布出来啊，我这个所在都无适合做。有的讲啊，我可比讲。我要讲啊，这个所在会当开放迄个观光，开放甲设那个开放迄个啊做迄个教场，吼、哦，像因个啊做吼、哦、拉斯维加斯，我毋捌去过啦。因个拉斯维加斯吼、哦，啊，你即阵全部就拢甲讲啊做袂当跋筊，啊搭倒啊，伊个就啊倒啊咧，伊本来就是一个类似沙漠个所在。伊讲我这个普遍呢，我都无爱甲你承认，啊，伊若无爱承认做承认，所以谈顶头伊袂讲，甲你挑工个来进攻也袂当跋筊。这个字眼的话，会造成某一个地区固定地区的一个死党哈，管理死党，啊，所以伊都是要求讲吼，伊这个州宪法的部分哦，嘛爱配合着最高就是咱的州联邦的宪法啊，州联邦的宪法你嘛袂当定甲超工甲人的各州的某部分的州共白手，吼、哦，袂当安尼啦吼。啊，宪法明确规定。由选举吼来产生政府吼唯一合法的有具有那个唯一的合法性啦吼，人民通过选举或者指定产生政府官员和议员来行使权力，哦，伊嘛是代表者啦吼。无即卖有人讲啊，做要公道啦吼。啊，我毋知影讲咱台湾吼的公道的公民吼生做啥物款啦吼，咱会当甲咱的迄个中华民国荷兰迄个流氓政府荷兰的身份证摕起来看，头顶是写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哦，毋是公民身份证哦，所以恁去选举吼，拢是违法的啊，拢是违法的。这政府运作的基本原则吼，
美国宪法经过多次修改，哦，因的宪法拢总七条尔啦，一个强大的国家不需要很多的法令去把人民绑住吼，迄是表示伊的自由啦。啊，你无人民迄个自由哦，伊无法度好趁钱，无法度发挥，伊的国家就无法度前进。所以免设个一大堆的法令啦，基本的物件咱爱家己的，基本明确的啊做迄个目标咱爱甲定起来，安尼就好。好，咱美国宪法吼，伊的精神就是三权分立啦。美国国家权力分为三个部分，好，这个立法权，这个立法院，因为立法院哈，好，因参议院参议院那边了哈，啊，过来的行政权，这个因为，哦，最高的行政的一个符号，真的是美国的那个总统的那个标志了哈，啊，这个是司法院了哈，这三部分的权力互相之间保持独立啊，在理论上三权是完全平等的哈，并且互相制衡，大家拢有法度甲大家牵制，你可比讲。司法院伊若违反三罪，然后恐龙法官产生的时阵要安怎？当然是由各位手中的下做迄个修订迄个法令的迄个权利啊，来整理这个司法院啊。所以司法它是不会说很，虽然眼睛被绑住，它不会说失控啦吼。就是大家都是大家良心都是司法的目睭啦吼，所以司法的人会当把目睭拔起来。我们的任何的作为都是要在法治里面吼。做一个控制吼，袂当讲家己违心，迄个讲，哎，伊家今日感觉讲吼，今日哦，迄个啊做被告吼，啊包一个红包吼，行后尾门吼，安尼伊就获得那个比较轻的那种判决啦。这种代志是袂当互伊继续发生。当然，咱即马谈台湾的是真侪拢安尼啦吼。这个司法人员提红包的情形是非常的普遍啦，非常的普遍啦。所以说，咱这到后边拢爱用迄个各位迄个手底这支剑哦。看要安，要甲整理整顿啊，好势吼，一定爱来甲处理好势。哎，用定调的。司法官那贪污吼，赶快死刑啦，赶快是一样是死刑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到这个人平等啦吼，就是人人平等啦。根据宪法的第十四个修正案吼，人人都有平等获得法律保障的权利吼。各州之间也保持平等地位啊！哈，袂讲迄大小州啦，你较大州，你会对，你迄边都有啥物无共款啦？啊，你较小州，你都迄个欠缺着啥物款的保障是袂啦？哈，原则上都是互相平等的。啊，各州要互相尊重，承认彼此之间的法律，哈，啊，啊，州政府甲联邦政府爱伫咧形式上吼保持着共和的体制，哈，因叫做。那个共和国，伊嘛是叫做共和国啦，是州与州之间共和。好，过来第三个就是因为宪法吼，就是联邦体制保障的咱这联邦体制啊，它不是其实美利坚合众国是目前是由51个州啊所组成的啦。啊，每州有每州的州宪法，美国宪法规定，好，我是用台湾话啦哈。美国宪法了规定，咱美国吼采用着联邦制的国体啦。联邦政府只拥有伫咧宪法中吼所列举的有限的权利，吼，但宪法头无写的吼，就袂当用迄个啊做家己去延伸一大堆的宪法吼，诶法令吼来咧剥咱的人民啦吼。我即摆听讲要讲，就是咱台湾即摆拢家己拢延伸啦，无法伊嘛是家己设法啦，家己设法啦。其余未列明的权利，全部都属于各州或人民。好，无下掉的权利啦吼，甲伊的创制权吼，创制权你唔免经过讲，我一定爱去登记哦，一定爱创啥，你才会当去创制啦吼，恁家己有法度管理家己啦吼。这就是宪法的第十个修正案啦吼。过来第四项就是宪法之上，吼，咱的美国宪法以及国会通过的法律效力高于。其他一切法律，只要看吼，国会所通过的法律也视同为宪法，吼，国会所通过的法律嘛是宪法啦。当初时的啊，做旧金山和平条约吼，是经过因的国会所通过吼，所以这个部分咱嘛是当作因的宪法的一部分吼。伫咧1803年的时阵，著名的马伯里吼，甲迄个做迄个麦迪逊吼，因两个小哥啦吼。
的案了啦，美国联邦法院体制拥有了违宪审查权。当然，这违宪审查就是讲吼，伊恁迄个做当然司法，做立法有法度去牵制司法，啊，司法会当去看嘛讲恁的司，恁的迄个啊做迄个立法权有啥物定答无？有，也是有，不过这是被动式的吼，有让人民去受到这个立法权所立的那个恶法吼，所那个迄个受到伊的做迄、那个。迄、那个破坏的时阵啊，吼，有人去了着钱，有人去了着地位，有人去了着伊的一挂土地啊，是安怎的时阵吼，因有已经有迄、那个有迄个啊做迄个苦主啊，有苦主然后走来司法体制遮讲的时阵吼，司法因的司法就会当出手去甲伊制止，讲这个恁当作是修订的这个法案，因为去影响到某一部分的人的权益，所以是失效的，所以因有一个叫做违宪审查权吼。这个意味着联邦各级法院可以审查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哦，并且可以宣布违反宪法的法律无效。这个互相制衡啊，苏焕仪甲做阿扁的参议员哦，可能嘛是爱小寡有这个模，有这个模式，当然到今嘛未定出来吼。咱阿扁等咱各位参议员大人吼的手头啊，咱这个部分我来甲定好清楚。哦，唔通像迄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哦，改五权分立啦吼，把迄个也做迄个考试权，对迄个行政的体系甲剥削出去，把迄个也做迄个司法权，对，把迄个也做迄个监察的监察权，对迄个伊的司法的手头甲剥削出去，伊等于检提检的人，甲提审的人都无共一个，伊都无法度好去独立裁判，无法度去独立去判断，没有办法独立的时候吼，他就没有。一个负责看，一个负责做，啊，问题是两个拢无法度袂歪，吼，啊，所以这个立法权，吼，跟那個，我们立法权以后，我们立法的时候，那个行政权，吼，跟考试权，吼，两个一定要互相结合，不要用五权分立的那种状态啦，一定要用三权分立，让你做的人，你行政的人，你就敢任用，我让你考试权，你敢任用这个官员的时阵，你都要负绝对权力，你要负连带责任，啊，当然司法嘛是同款，你判判了后。结果你违法裁判的时候，你有迄个也做绝对的那个所谓的把它扭转回来的趋势无？但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无哈，拢爱同归洋包，哦，拢爱同归洋包啦。啊，咱迄三权分立吼，就是给你权力，可是有相对的义务与责任，好，这都一定要做出来。时间的问题，我讲下硬，歹势。美国宪法的序言，啊，只有一句话，由52个单词所构成的，啊，结果我就不念了，我简单用汉那个把它翻作汉字，啊，咱合众国的人民为了要建立更加完善的联邦，啊，树立正义，啊，保障国内的安宁，提供共同的服务，促进公共的福利，并使咱家己和后代享有自由幸福，啊，特别为这个美利坚合众国，啊，制定这部成文宪法，哈，啊，美国宪法哦，拢总七个章节啦，哈，主要规定政府的三大权力的组织啦，哈，啊，甲家己的运作，哈，州与州联邦的关系，哈，那个宪法本身的修改和批准的程序，哈，等等啊，都是这权力啦，哈，甲定好出来，都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结构，甲现代各国的宪法啦，无同款的，就是讲啊，美国宪法伊的正文内面，哈。完全无去写到讲人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对人权啦，啊。啊，大家感觉足奇怪咧，美国是以人权著称，哦，以那个人权所那个建立的一个国家，结果他的宪法本文没有写到人权，因为迄个较早前的时阵，伊唔敢写人权是安那，因为迄个时阵吼，定这部宪法的时阵，因有奴隶制啦，哦，就是奴隶制就黑奴对，啊，黑奴是尾啊，迄个经过林肯总统的时阵才给修改过，所以伊唔敢。讲啊，做人权著称的国家，只不过所以我用这个时间，我啦偷偷甲美国干笑一下啦吼。你开始嘛是无尊重人权的啦。迄个时阵有一句话啦吼，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大家凡是有听到这句话啦吼，或者当作是这个政治语言啦，其实就是安那哩咋，无定出来啦吼。结果即卖人去问讲，哎，啊你定啊一大堆的啊做迄法令吼，拢是咧讲啊做恁的迄个啊做政府名坚持，啊我名保障阮人民的安全。伊就甲回即句话啦，你茫问，莫问讲国家为你做啥物，吼，你爱问讲你替国家做啥物，吼，真好笑啦。不过吼，遐参议员等于有，他们去做联络，然后去做修正啦，尾仔再过修正，
迄、那个伊个宪法才重新做修正啦、啊、吼。啊，一届都提十条的修正案出来，全部拢讲人权啦、啊，无讲话讲死啊。过来经过着迄、那个啊做。迄、那个小，迄、那个啊，做1971年的时候，已经一届通过十个法案啦，全部拢甲人民的权利、哦、人民的权利啦、人权啦，全部拢甲提出保障啦。所以真正的宪法哦，的结构是伫咧头前的七章，甲后边的迄个十个修正案啦，吼、哦，第一波的那个修正案是保障人权，啊叫完整啦。咱伫咧人权来咧看这部分的时候，才保证讲啊，这个国家是一个自由、甲平等的一个国家哈。哦伊讲啊，做自由平等，结果因兜阁有黑奴，哦，这个唔对嘞吼。简单介绍啦吼，咱的美国第一章是讲立法权啦吼，第二章是讲到迄个行政权，哦，咱有时间的时候，咱等伊的时阵哦，咱各位参议员哦，拜托的，恁迄个日本的古宪法吼，啊，加迄个美国宪法，小可了解一下安尼吼，我了了解一下，时间问题我讲较紧的，在哪里看？伫个 Google 嘛，当吹。嘿，伫咧咱的亚洲迄个雅虎迄个搜寻遐，咱落去也找，吼、哦，了了解一下咱的美国宪法，安尼，吼、哦，维基嘛会使，对，搜，你要写美国宪法，嘿，美国宪法，嘿，关键字你甲拍美国宪法，哎，对，大日本帝国宪法，哎，对，好、哦，啊，只简单介绍啦，吼，过来行政权吼，因当初是咧第二章有规定着。副总统，美国副总统是兼任迄个啊做参议院的院长啦吼，好、哦，这就是因的迄个第二章啦吼。过来第三章就是因的司法权，司法权定出来，甲咱即卖现有的中华民国台湾则是四个迄个啊做因做，我只讲啊大陆宪法，迄、那个大陆法院哦、啊，袂当甲我收钱，因为迄底下有规定啊，底下法院顶头有写海洋法院甲做大陆法系甲海洋法系啦，因那边是大陆法系，咱这边是。海洋法系，吼、哦，啊，袂当甲我收钱，吼、哦，这一定义啦，我操。第三种就是讲这司法权哦，用一个叫做陪审制，吼、哦，咱台湾即马就是恐龙法官作侪声，啊，声是王包，啊，就一个人咧判尔，吼、哦，啊，这陪审团是安那，我确定甲各位介绍，陪审团就是讲哦，由公民吼、哦、来组织，大家拢，就讲咱有去办身份证，咱有公民的身份，咱有去纳税，吼、哦，有实施的那个完全的那个人民的哎公民的完全。那个责任的时候哈，你就有这个权利哦。你有全部拢去纳税哈的时阵，你就会当有去做你家己公民应该做的行为的时阵，你就有权利。伊在迄照 TV 啦哈，陪审团就照 TV， 随机的啦哈，无固定讲哦。啊，今日我要看啥物人，我就挑工找几个啊哈，无同款党派去甲弄啦哈，袂安尼，不会这样子啦，是一个公平的陪审制度啦哈。啊，等我搁。甲这个陪审团制，我讲较清楚嘞吼。过来第四种就是规定着咱各州的权利甲伊限制，有权利爱限制无？当然爱吼，当然爱吼。无限制时哦，伊会演变成绝对君主制一种哦，迄个军国主义会浮上台面哦。有权利的人他是吼互相权利互相纠葛的时阵哦，这国体会先会失控。当初是日本对美国宣战的时阵，就是失控的状态啦吼。伊只有一个重点啊，各州之间的权力甲伊限制吼、哦，内面有一个重点啊吼，就是迄、那个啊做特权以及免责条款啊吼，伊特别禁止各州政府为着吼、哦、要顾咱家己的人吼、哦，外地人吼、哦、诶利益拢无去人顾吼、哦，所以吼、哦，伊有规定这个特权责和免责条款哦，就是规定讲类似讲，就讲伫咧亚利桑那州犯罪的俄亥俄州居民吼、哦，将得到比本地居民更严厉的处罚。哦，别人的囝拿来，迄个犯罪的时候讲五个，咱的家己的囝讲一个就好吼，袂当安尼啦吼，拢爱公平哈，一律公平对待。不过，伫咧特定的那个刑案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叫做司法的那个管辖权，各州之间的互相交涉。哦啊，变作讲咱会当讲，迄个是因地还是因人？迄个人是对一州出身呢，啊，伊就。我都无适应，我通来迄州判袂使啦吼。他们没有选择权啦，犯法的人无选择权。啊，不过这个部分都是由各州来做协商，吼、哦。美国有的州嘛是还阁无适应，啊，有的州是有适应，吼、哦。当然，那个免除死刑是最近的一个，一个国际上的一个。
类似通识啦，变成大家爱渐渐吼，甲这个迄、那个死亡吼、喔，那个死刑吼、喔，要把它赦免啦。当然，伫咧台湾比较那样状态之下，咱无啥物，无这个保障啦、喔。因但只若敢违三罪，共款死刑啦，尤其贪污的遐啦、喔。过来，佫规定个各州之间的犯罪啊，也引渡程序。好、喔，这是美国的那个第四章的那个条目吼、喔。啊，所开的钱吼、喔，伊个所开的钱吼、喔，拢是迄个做犯罪者吼、喔，爱来负担。所以，啥物人犯罪的时阵吼、喔，伊若要引渡吼，会使吼，不是不行啦吼、喔。你如果要求说你要引渡，犯罪者你要求你引渡会使，你迄周甲你掠，甲即周甲你收的人，会司法的一寡经费全部拢你个人爱去拿。好、喔，所以他们除非说有真正有那个很有钱，很有钱，有钱到一个不行的状态之下，啊，不过伊等一下判嘛，不一定。会较好啦，所以因一般这引渡程序是较少啦，足少用到。过来第五种就是咱的宪法的修正程序，美国宪法的修正程序，好、哦，伊拢总有两个程序啦，哈，一个就是由国会发起，啊，另外一个就是由各州发起，哦，国会好，咱、哦、的参议院发起，也是咱各州的州参议院来发起啦，哈、哦，啊，不管如何，拢爱经过着国会召开。啊，若要修因这个宪法的时阵啊，拢爱有当中爱有四分之三的州在批准，才会当在生效啦哈。历史上吼，敢若宪法美国宪法第二十一个修正案吼，第二十一个修正案吼，是由各州的特别会迄修宪会议啊所批准的啦，其他拢无啦，其他拢是由迄个做因的参议员在用的。啊，是咱各州要反这个啊做要修订这个啊做第二十一个修正案吼。简单甲各位介绍一下，美国人的一个自由平等的精神啊。他二十一个修正案，就是咧修正因头前的第十八个修正案啊。伊第十八个修正案是禁止人饮酒啦吼。啊，无饮酒，因可能会艰苦的款啊。啊，所以吼、哦，各州即马发啦吼，用第二十一个啊，甲迄个禁止运输酒类啦吼，禁止制造酒类吼，改废除啦。表示讲，哎、欸，美国人嘛当饮烧酒啦，都干那这尔吼。伊其他诶，所有诶迄个做修法权，全部拢伫咧因诶参议院诶手头。吼、哦，过来第六章就是讲到迄联邦诶权利。吼、哦，啊第七章就是讲到宪法批准诶定数。吼、哦，过来简单介绍，头拄讲到诶修正案啦。吼、哦，到即卖为止啦，美国宪法拢总通过27个有效的修正案。吼、哦，其中一开始的十个吼，小正案是一概向通过，啊，过来就是为着要规定搁较清楚人民的权利甲对政府的限制吼，所以搁陆陆续续搁修正17个小正案，拢总是27个吼。即包括着第一项啦吼，我简单甲各位吼介绍，因为我即要一定要甲念出来吼，即就是表示因咱台湾是属于啊一个地区啦，所以咱嘛是相对享有他们的权利啦吼，所以即权利的部分啊。我啦，希望各位参议员吼，我啦，咱我啦爱来了解一下吼。因迄个所在有诶物件，咱就是台湾的，就是有就对啦。好，以后就是这样比照办理。啊，当然咱会当对因的修正案提出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那个基本法的时候，咱咧修咧基本法先吼。诶，不一定爱全部啦，啊，毋过大部分爱共款。好，因有信用出版一批迄个实物的自由，好，啊，有携带武器的自由。哦，这四代五次自由，恁后边那个收掉，好、哦，咱国民党个关掉吼，则拥有迄个做四代武器的自由，因阿未甲关照进前冇武器啦，无实在真害啦，或、哦、者第一点一定爱收吼，过、哦、来军队袂当进入民房，好、哦，即指个军队是讲美国个驻军啦，伫个来遮到时谈咱个阿做内后啦，是讲迄个阿做新营啦吼，阿是迄个新德啦吼，阿是周营遐迄个驻军的时喏，因嘛来。不要来实施啦！恁的阿兵哥袂当入去随便去人兜啦吼，即敢臭头的军队安尼尔，免于不合理的搜查与扣押，吼、哦，这第四点吼。再、哦、来第五点就是讲，正当的审判程序，吼、哦，一罪不在理，吼、哦，无罪推定，过来征用私产需要赔偿，吼、哦，国民党来咱遮啦吼，有诶搁起来做迄、那个。
迄点啊去共食食尔，屁股拍拍就走了吼，迄嘛袂使啦吼，即拢爱定好势。啊，过来第五点，过来第六点就是刑事案件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好、哦，这陪审团制度吼、哦，尤其着针对着迄个刑事案件啦，民事案件有一寡就是好改啦，因为陪审团制度有一个缺点，因为你若要用一个陪审团，遐人拢爱薪水哦。遐人爱薪水哦，差不多一个人差不多五六千块一工。啊，你统计要12个，一个诉讼吼，一开始开的钱的时阵哦，几落十万啊。对咱台湾来讲，无钱的人无犯法的权利呢。吼、哦，啊，不过吼、哦，这个部分有一个，就是讲吼、哦，你若真正依法有据啦吼，迄、哦那个也做权利被侵害的时阵吼、哦，你去告的时阵吼、哦，因有一个叫做有一个基金会当去保障，有一个基金会啦，袂讲。完全拢无迄个啊，做保障着迄个善假人的迄个啊做权利啦吼。不过针对着这个刑事案件，为着要避免着迄个误判，吼、哦，因有迄个最权利可以要求说，我要要求公平的审判，要求那个陪审团袂当讲庭外和解的方式。不过因为陪审团要开做些钱，所以因足侪美国的人吼，那互相之间有摩擦的时阵哦，大部分都会庭外和解啦。追求的就是一个类似一种商业式的。吼、哦，商业式的迄种，迄个也做和解。吼、哦，所以因为着表面讲吼，一开始两边都还袂讲互相要赔偌济钱，结果人已经钱啊，叫第三者叫陪审团摕去啊，所以嘛做无来啊。所以小事情的时候吼、哦，他们不会去告。啊，大事情的时候吼、哦，伊就真正爱保障伊家己的权利啊。啊，相对于咱啊做台湾这中华民国台湾这用的体制吼。哦是有钱的人这名啦吼，有钱的人伊会当无限上纲、无限上诉啦，直直告啦。你善食人吼，甲一心、二心、第三心你倒啊，无钱啊，吼告到无钱啦，就对了嘛是告到无钱啦，告到无钱，无再搁告啦。所以这个咱这个也做迄、那个，哎、欸，咱这个制度爱来个修订啦吼，唔通搁用中华民国迄套啊。过来民事案件吼，接受陪审团、迄、那个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当然民事也有。吼、哦，民事你若讲真正，不过你也有一个心理准备，你这個民事大部分拢是牵涉到钱的问题、金额的问题，你都爱有真正有到一个某一个程度的时阵哦，你才好来叫陪审团，无你一开始我头下讲哦，第三声甲你摕一大堆钱去啊，吼，无使讲恁两个当咧告吼。后来禁止过度严厉的刑罚甲罚款，第九条就是讲宪法无明定的权利，同款受到保护。你无明定，你就袂当限制人民。好、哦，这就是咱的迄个修正案的第九条。过来第十条，就是宪法未赋予的政府的权利，全部都属于各州以及人民。过来第十一条啊，限制联邦法院对各州的管辖权。好、哦，第十二条，总统选举办法。好、哦，咱这到时嘛是爱，那开放的时，咱嘛是爱来定一个啦吼。过来废除奴隶制度，这当然是一直往后延伸啊啦吼，唔是迄个时间呐。因一开始就是因唔敢定人权，就是因家己有厝里内面看看十几个黑奴吼，啊，总个唔敢定这个啊做迄所谓的自由条款啦，所以人权都唔敢定啊。过来第十四条吼，国企处罚程序、甲众议员选举叛国罪的认定哈，甲国债啊，所有公民享有平等被保护权。第十四条哈，过来第十五条，所有公民不得由肤色和种族的区分而受到选举权的限制。不包括性别，迄、那个时间点吼，第十五条修正的时候，查某人是无，查某人还佫无迄个参政权的吼。到尾也是第十九条佮废除，好，过来第十六条，好，就是迄个国会对所得税的征收权，好，迄阵才开始收税，好，啊，过来代表，这个第十六条是包括讲伊一寡明定一寡特殊的一些营运的项目啦，吼，做啥物工过，爱收税，啥物工过免收税，伊咧有固定啦。过来第十七条就是各州联邦参议员必须直接选举，吼、哦，过来禁止美国吼制、哦、造迄个也做酒啦，运输遐酒啦，这尾也叫头先甲各位报告过吼、哦，美国人无啉酒嘛是会艰苦啦，所以应该会废除啦。过来第十九条就是禁止选举中的性别歧视，保障咱的女权。过来规定咱的总统的任期，甲也做国会的议事的一个定数，吼、哦。第一条就他讲的吼，就是把伊的第十八条废除，为着大家要啉烧酒吼，大家开特别开一个会吼，改废除吼。过来总统同齐当连任一届，这是第二条吼。
甲后壁拢总最后一个吼，禁止随意更动议员的薪酬，吼、哦，袂当自肥啦吼、哦。啊，咱的立法院吼，逐年拢咧修改啦吼，哦，迄钱愈来愈侪咧吼，真系，无怪因咱咧家里唔愿放啦吼。哎、哦欸、对，啊，所以这个物件吼，伊谈这个修正案的时候规定讲，偌济钱，偌济钱。啊，若要增加恁的薪水的时，要经过宪法全国诶，他都讲诶，四分之三的那个代表权所通过，嘛无恁是袂当凊彩的修改恁的迄、那个。所以因只要有三成，吼、哦，有三成，因都当牵制迄个国会，无像咱台湾哦，无过半无在牵制吼，迄、哦那个就真正流于失控啊吼。过、哦、来第三个吼、哦，就是迄个代管者啦，代管者我。因为伊迄个国家已经倒啊吼，即个简单个介绍啦。即中华民国啦吼，即是因南京迄边吼，所以个吼，即最近诶网络拢走出来吼，可能甲我偷窥诶。对，中华民国哦，即名写唔对吼，即名写唔对，即名吼，迄个因袂晓写迄个即名啦，因个名是用安尼啦。啊，所以刻一个过头，怎一箭穿心啦吼，表示迄个中华民国已经死亡啊啦吼。公元1912年到1949年啦吼，建都伫南京啦吼，这是个王牌啊，伫南京吼。这部宪法拢总本文都187条啦吼，拗够济啦吼。我是看过五六届啊，不过无啥物啊讲啦，无啥物啊讲过。我只简单要甲各位讲啦，一个强的国家吼，当初是个大日本帝国吼，7条尔吼，7章而已啦吼。咱个美国个宪法哦，7章而已啦。中华民国吼，一倒吼，可能是原来是规定伤济啦吼，187条吼，歹势，187条的本文，尾下佫修正，一直修正，来到台湾还伫修正，吼、哦。伫咧1949年是寿终正寝啦，因当初是个金总统啦吼，伫咧1949年的时阵吼，流亡去坐飞机，流亡去美国啊吼，假总统啦吼，假介石啦吼，蒋介石啊，流亡来台啊，借用麦克阿瑟一号命令吼，延续代管，借尸还魂吼。就台湾比较念西啦吼，欢迎中华民国的魂啦。过来，国家照着直接选举民主的名，行借壳上市之实。哦，这个后壁这個可能是，有个人是感觉讲伊做伟大吼，伊予咱台湾民主吼，其实伊咧暗号啦，阿辉伯啊，我歹势来讲啊。对台湾人吼，罄竹难书的最后是却换来讲台湾人三只小猪的选举啦，所以这部宪法哦。我袂应该讲啊，台湾人一直咧饲猪啦吼，真系，阿袂睇哩，猪肉拢人食去。当初是饲遐登山猪，啊，即卖搁咧饲迄个做新潮流遐二代难民吼，真系。嘿，莫搁饲猪，台湾人莫搁饲猪啊，爱睇猪啦。过来，咱时间问题啊，咱来讲迄个做公平正义啊吼。公平正义就是适当的安排啦吼，那个社会伫咧咱的这个区域啦吼，咱一个社会内面的物件，甲人民的观念啦吼，是这个公平甲正义是牵涉到哲学吼啊、法学甲神学，吼历史上不断思考辩论的话题。啥物叫做公平？即卖的公平甲当初时的公平是无共款的吼，咱来想，就是。因中国讲啊，中央之道啦，其实毋是安尼尔啦吼。即、這个物件公平甲正义拢总有分做两种啊。第一就是叫做分配正义，分配就是咧好诶物件分，啊歹诶物件要安怎应报？吼、哦、应报，即个是分配，即个是应报。分配正义就是讲咱人群内面吼好诶物件吼要来分配，包括钱，包括权利，包括即、這个啊做薪水，吼、哦、包括即个尊敬。吼、哦，你像咱啊做去啊做。日本吼，咱可比讲，咱后边写台湾结国书的时吼，啥物人去啊做去要求迄个啊做主权者吼，行咱台湾的啊做迄个主权的迄个啊做自治权吼，拢总有150个啊做的人啦吼，啊顶头都名单啦，这就是尊敬啦，得尊敬啦吼，咱的教训拢爱甲写出来吼，这古文先拢写出来。比如讲，平等主义就是种分配的理论啦吼，不过这个平等是啥物叫做平等？有人讲吼。我做这项工作，咱两个公家，啊，你出三成，我出7成，啊，咱两个分平坐，安尼敢有公平？不公平吼！啊，有个人讲，啊，你出一个人，我出一个人，
啊，伊就其他不爱讲，伊不爱讲，伊出三声，我出一声吼。安尼哪有公平，对无？咱两个偏偏两个人，安尼哪有公平？啊，就陷入纠纷。所以咱的定的法案，就是要来把这个纠纷吼，把伊给透开。你无讲到的物件是啥物？啊，你无讲到的物件是啥物？大家来回一下，啊，做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处置，就是安尼。过来就是应报的正义，对到这个罪行恶的部分哦，爱适当的回应啊。比如讲，同态报复啊，吼、哦，但闽阿拉伯还阁有嘞吼，甲人伤人的命的时阵哦，爱以命赔命，爱以目睭还目睭，吼、哦，你讲拍断喙齿的时阵，爱讲还人喙齿，哈、哦，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叫做同态报复法啦吼。当然，这嘛不一定好啦吼。啊，毋过咱来去思考啦吼，这个恶的部分，咱明仔落去甲处置。啊，变拢是变形嘛，啊，变形嘛分作做侪种诶，马来西亚变形甲新加坡变形无共款，甲伊斯兰教变形阁无共款哦。伊斯兰教变形是要变形进行先牵石头，阁一个叫死刑啊，要牵石头诶吼，大家在公判，在公判吼。啊，当然阿爸明仔做，迄支剑到底要安无后来吼，拢伫各位参议员诶手头吼，即麻烦各位同心老前辈哦，大家嘿不要手下留情嘿对，啊，毋过咱对好诶人吼，一定要保护。过来讲到这转型正义吼，转型正义就是一个政权，甲一个政权在换的时阵，啊，可比一个党甲一个党，啊是讲一个国家甲一个国家在换改换朝代的时阵吼，因咧为着要压制讲前朝的一些那个暴动吼，为着要让这个社会迄个做平定，迄个做，因为你换一个权力者的时阵，一定有一部分的人受到伊的权力受损，啊，伊就会发作，伊就会。无希望即个压制，伊就是反抗。啊，反抗的时阵，伊迄个做执政者，伊就甲压制。啊，即压制到某一个程度的时阵，伊会失控。哦，伊失控，可比着二二八事件，可比着韩国的啊做光州事件，哦，足济，吼、哦，不胜枚举啦，吼、哦。这叫做国家暴力，他们那个叫做那是国家失控状态，叫做国家暴力。好、哦，啊，咱就要来讲这转型正义物件，吼、哦。这转型正义吼、哦，是民主国家吼。哦尤其伫咧东欧迄边吼，较侪啦吼。对着过去政府违法甲无正义的行为来弥补，正常来讲，咱一个政府是爱做一个公亲，爱来处理人民的一寡事的事务咧吼。结果伊带头违法，带头实施暴力，吼、哦。通常吼、哦，具有司法历史吼，甲、哦、这历史有关系吼，甲、哦、行政、甲宪法、甲赔偿有即几个迄项目吼，爱来思考。简单来讲啦吼，政府检讨过去因为政治思想的冲突，吼，甲战争罪行所引发的各种违反国际法甲人权保障的行为，吼，来甲伊追究着当初时，啊，迄个也做迄个即个追究的模式吼，毋是因为迄个人死去啊，吼，也是讲年代久的，像讲咱台湾当初是二八，到即摆六十几冬啊咧吼，都要甲追究，迄个人拢死了呀，毋甲追究，袂使，赶快来追究，爱吼当初时死的人。至少留下姓名，爱甲伊当初是冤枉死的一个罪名，爱甲伊剔除，爱甲当初是压制者伊犯罪的形态、伊的想法，爱甲伊公诸于世。哦，这就是咱要做的转型正义的工课。哦，所以咱伫咧啊做迄个追究加害者犯罪的行为了，爱甲取回犯罪行为所得的财产的权利，啊，甲伊的人民对他的尊敬。可比西班牙当初是的弗朗明哥。将军吼，伊但闽遐实施独裁40冬，啊，大家拢讲伊足好咧，足好咧吼。弗朗明哥诶，迄个足好咧，迄是外口人咧讲，结果因内底人骂到要害吼。尾伊倒诶时阵吼，人要求爱公平，爱甲伊判，尾也嘛是搁啊判。弗朗明哥尾也互讲伊是一个人权独裁者，吼、哦，迄伫西班牙迄边，爱还给那个被害者，就算他已经没有后代，他也要还给他一个正当的名分，好、哦，正当的名分啦吼。哦咱伫咧迄个做即马用的吼，有迄纽伦堡大审啊，甲迄个东德的秘密警察行为吼，来做一个案例啦吼。转型正义的目的，为了巩固有着要巩固保障基本人权的普世价值，啊来予即个政府停止调查吼，啊甲惩处矫正吼，啊防止未来吼新的政府，啊是后一代咱的囡仔来甲继续来甲做迄违法违反迄个社会正义的代志吼，违反人权的代志。
吼，咱通照一个纪念馆来甲用起来，啊，甲后代囡仔讲，吼，咱茫讲啊，人死就无代志，像二八啦，后边爱追溯无，一定爱追溯，一定要追溯，为什么要追溯？追溯虽然那些人已经死了，啊，虽然遐人已经死啊，吼，毋过咱爱甲这追求正义，吼，的恶名，吼，迄个也是当初时。就介绍遐人啊，包括迄个做郭万芬，包括平民杰，吼、哦，这些人的恶名，爱改公诸于世。因当初时享受到很大的那个荣耀嘞，吼、哦。因讲啊，这错杀宁愿错杀一百，不愿意放过一个啦，吼、哦。99个拢是冤枉死的，吼、哦。这些人全部拢爱改证明，啊，吼，咱后代囡仔知影讲，这种代志咱袂当去做。后边咱的名会留伫遮，安尼，吼、哦，同志爱甲一个名留落来。吼、哦，转型正义吼、哦、是一个迟来的正义，吼、哦，伊无都有方啦，吼、哦，唔过。我们可以追偿，伫咧政治转变的时阵，伫咧政治转变的时阵，咱会当来甲追究吼。有可能会去违反着信赖保护原则，因为无公平啊，因为遐人死啊，死无对证啊，啊，咱要去追究。吼、哦，我们要把那些被害的人民吼、哦、的姓名吼、哦，把它一个一个找出来。当初时，伫咧啊做1950几年的时候，我袂记得歹势。当初是台湾省政府吼、哦，有去调查出来，拢总13800人啦吼、哦。啊，国民党这几年有甲因补助，拢总700几个。啊，剩的遐嘞，无吼，无、哦、名无姓遐死啊，带来一条拢啊警出来啊。迄、那个时间死的，失踪去的，有人的名底下有户籍，结果迄人已经无伫咧吼，迄拢爱甲找出来，遐人拢是冤枉死的，就是迄段时间啦吼，8天的时间，互咱台湾438000人。比日本当初时，甲咱啊做来遮统治20年吼，甲咱台湾人战争，迄是因为战争死亡啊，搁较济，8天，太搁较济人吼。伫咧转型正义吼，诶案例来讲啦吼，迄个时间问题，我继续讲，我卖下课啦吼，我继续讲啊，要讲较完啦吼。伫咧啊做国际的审判如下吼，一个国际刑事法院啦吼，过来。综合审判的方式啦，哈，用那个国际法在犯罪当地予以审判，哈，伫咧科索沃遐有，哈，啊加迄个波斯尼亚，咱后边哈，诶啊做迄个转型正义时，咱会用一个真相调查会，哦，包括着228事件，包括着米雷斗事件，包括着陈文成事件，嘿，着陈文成事件，包括着咱所有咱有法都列明出来，拢是用专案。方式办理啊，用一个叫做真相调查会。啊，当然即摆有真相调查会有啦吼，不过迄叫做官方办的啦吼。因228查查的时阵哦，结果赔700几个人啦吼。台湾敢敢死700几个人？吼，对，十二三万人，结果才赔700几个人。啊，700几个人是安那叫做？不是叫做补偿哦，是叫做赔偿哦。啊，不是叫做赔偿，叫做补偿哦。是安叫做补偿？干呐？快点，甲各位做一个介绍啦。迄嘛是爱。真相通通来，全通来哈！好、哦，只要那个没有正义的部分，我们都要把它列举出来哈、哦。啊，国内性的宣做迄个审判，像伊拉克当初是临时政府的法庭啦哈、哦，特别法庭对迄个萨达姆和塞洪恩的审判。过南韩嘛，针对着光州事件，因就是要求讲吼，因当初是南韩是迄个军事政府吼、哦、所压制，啊，然后算出来吼，像卢泰愚啦，吼，遐人拢是军官嘞吼。甲安那搞只拢是军官嘞吼，啊因要要求要自由民主啦吼，人民敢发出声音了吼，马上被压制啊吼，因嘛是有发生了一个叫做光州事件吼，啊，那么因当作是嘛有对迄加害者来甲审判啦吼，迄、那个金大中因啦吼，对金大中卢泰愚，过来伫咧过来吼没收被害者不当的财富，后来者吼来往来回车刚占去啦吼，国民党啦吼，啊迄个做迄、那个。一挂日本的会社啦吼，一挂日本诶一挂公益诶一挂么机构啦吼，全部拢共接收啦吼，啊，这就是不当获得财富啦吼。过来，这个部分哦，诶案例啦，这就是拢伊案例啦吼，咱后边要来做诶吼，会当来参考诶一挂方式哈，咱到时可能爱请因诶一挂政调会，一挂像南韩啦，啊，一挂德国啦吼，因迄当初时诶政调会看因安那做，请因来甲咱做顾问，啊，给咱一个方向。啊，咱嘛来照国际的迄个模式来走，好、哦，这拢来走。哎、欸，这案例拢来走哈。亲、哦、日反民主行为的财产归属特别办法，因为因仇日啊哈，南韩因当初是啊，伫咧迄个啊做迄、那个
迄个甲午战争搁较早前个时阵，迄、那个南迄、那个韩韩战，迄、那个叫做日韩战争的时阵哦，都是因个东学党事件的时阵啦吼，都已经迄、那个仇日啊吼，啊结果因迄时间去接近日本人，去做日本人个啊做迄、那个迄、那个接迄、那个算死鬼派啦，遐人去接受因，然后为着迄、那个来创造因个利益个人吼，即个亲日派的财产哦，全部拢没收，吼、哦、啊当然。咱会当来比照办理，就是讲国民党来遮来掠夺，吼啊，民进党吼三只小猪遐猪公啊吼，安那去人乌啊，啊钱会流向啦吼，迄嘛爱查，吼，迄拢爱查啦。啊，我要打车，好，好 ，OK，OK，、okay, 一定爱查，对哈，拢爱查。过来，东德透过着政党法追讨。东德共产党的党产，吼、哦，一寡迄个转型正义拢爱做吼，即延续到迄个德国的统一啦，包括着迄个也是希特勒，甲即卖罪也未判，也未全部判完啦，因拢总台死三百几万人啦，蒋介石较少啦，伊比蒋介石较老贵，蒋介石台死要几千万嘞吼，迄、哦、人也未判，吼、哦。过来就是经由国内外实际访查吼。哦可能到时阵，咱来征调会人，爱出去看人安怎做，吼、哦。啊，相关的机密档案的解，吼、哦，包括着遐个买卖，迄个也做，甲咱台湾人收税金，然后去买，甲下买军火，去买喇叭叶，吼、哦，去甲法国买军火，去甲美国买军火，吼、哦。啊，遐嘛是叫做不当的那个交易啦，吼、哦。啊，中有啥物人去摕着好康的吼，即、哦、拢爱咱来叫甲对美国甲迄个法国的一个因个。因的迄、那个啊，做公司去吼，因的军火公司去吼，全部的机密档案全部都要解密吼、哦。啊，即摆有法度要求无？即摆无法度啦吼，咱事情就法度啊。过来，对于过去犯的一寡迄个事实啦吼，来甲伊公诸于世吼，拢全部拢甲挖出来吼。即我就莫阁讲哈，即介侪拢是征调会吼，咱后边嘛是有一寡，即叫做专案啦吼，每个案子都有一个专案吼。哦过来第四个就是咩扭转破坏者的形象，吼、哦，把伊的形象转到负面，吼、哦。以前咱拢讲哦，迄勃朗明哥，哦，足好个，伊个国家足强盛个啦，吼、哦。啊，然后伊个国家内面吼，诶，迄个秩序哦，非常的井然，当然非常井然啦、啊。因为大家迄个暗棍拢倒举咧，压咧，当然是秩序井然啦、啊，吼、哦。去勃朗明哥化，吼、哦，等一连串的去法西斯威权运动，吼、哦。就是因为国家秘密警察的那个压制吼，咱台湾后边嘛是啊，遐尿杯啊吼，全部拢爱来处理吼。过来第五项吼，对着受害者提供包括金钱的补偿、名誉的恢复、甲重新安置，啊，甲给予象征性的补偿。有个人阿无后代啊，啊嘛死也变呐，统就爱帮伊弄个纪念碑，啊让他把名字列进去，伊是当作是安那死的，伊是受着啥物人权，伊通无伊的名。会当来教育着咱的后一代，哦，这是同基本，同无爱留一个名来教育后一代，就算伊家己无后代，吼、哦，咱就爱用这个物件，人类才会往更好的一方面，吼、哦，往上提升，啊、哦，才不会往下沉沦，不会往罪恶的一面才去沉沦。对、yeah。过来，咱家吼，咱们的国际刑事法院也有设置一个叫做受害者基金，吼、哦。过来，对系统的改革，包括着腐败。甲滥权啦吼，甲迄个无良啦吼，甲曾经参与过去迫害犯刑的军警，就是遐要白啊啦，甲遐配合的官员啦吼，拢爱革职啦吼。啊，这嘛是因为新政府吼要自保吼，表面遮人吼，去影响到咱新的一个政府吼，诶，迄个也做迄支持吼，来阁甲咱反咬啦吼。好，咱嘛是要有绝对的那个压制力啦吼。啊，当然这压制力来自于美国，因台湾甲即摆个美国。所占领吼，伊也袂处理咧吼。过来第七项就是鼓励着敌视的群的族群啊，重新聚落吼，得那个聚落重修旧好，包括着经由法律上对待着受害者的补助，甲社会改革。过来第八项吼，就是经由建造纪念碑吼，把博物馆来保存过去的记忆，这都是伊的一挂方式啦，拢种高行啦吼。这就是迄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大屠杀纪念馆。啊，内面毋是干写啥物人台死的了，包括遐受难者了，还有对遐人权提供保障的叫做国际艺人，吼、哦，有个人叫以前叫做西，迄个叫做
一个什么名单啊？辛德勒名单，对对对，辛德勒名单哈，因为辛德勒这种国际艺人哈，伊算讲为了这个人权哦，要保障人权哦，伊甘愿违背着伊的上司哈，然后来提供迄个保障，和迄个保障和这些受难的族群哈，都是家己要有良心的啦。虽然是，但伊的体制下做的，不过有良心的，这些人的名单叫做国际艺人哈，艺都是来做公平正义的艺啦哈，人民哈的人。哎，让我们给写出来。伫咧，迄个也做犹太屠杀纪念馆遮。过来，对于性别差异加害者，好、哦、给予认知哈、哦，借以对女性受害者，好、哦、伸张那个他们的那个正义了哈、哦。有的国家敢用一项，有的国家用做一项，哈、哦、啊，所以伫咧是正常啦哈。伫咧东欧的新兴民主国家哈、哦，啊，加迄个南非哈、哦，中华民国是。做一点点啊，做予恁看，甲恁交代尔，其实是无影全部啦。228啦吼，美丽岛啦吼，啊，他都讲过遐啦吼，像单文新、单前辈这啦吼，完全都是他的征调会就只是在做一挂皮毛吼，甲恁应付讲有啦，我有咧做安尼尔，叫恁卖个讲话，我有咧做安尼尔哈。啊，那个调查之中吼，那个不爱甲你讲啊，啊一直以来拢无法度做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吼，系啊。你像二八来讲啦，补偿700几个，迄叫做补偿啦吼。较顶要来各位讲吼，啥物叫做补偿？啊，包括这个宣判不公，这叫做体制杀人、政策杀人，吼、哦，这嘛是迄个陈兆民哈、哦，江国庆冤案，吼、哦，这江国庆爸爸写的吼、哦，这我都卖个念，啊伊把这名单拢列出来吼，到时这嘛一个来讨啦，好、哦，这嘛是拢一个来讨啦。啊、阿扁也讲，即阿扁的杂志头顶写转型正义的难题啦。那有时间，咱我来甲迄个阿扁总统啊，迄个也做前总统啦，中华民国总统，不是咱台湾总统，歹势吼。会当来看伊这本啊，阿扁杂志哈，咱来看嘛，伊是去遇到什么难题？好、哦，大家拢来看一下，他是到底遇到什么难题？有困难，找得到困难还好，中华民国是找不到困难哦，因为已经没得插伊哈，有些难题啦哈。简单讲完啦吼，因为既然要讲啊吼，伊个难题就是讲吼，伊阁安那做吼，嘛是无多好改变着这些主权，因为他是整个体制，不是他一个总统能够改变的啦。好，唔是一个总统就好改革啦。他是整个中华民国体制压迫之下的一个中华民国总统，伊想要改革都无法度啦吼，就是安尼啦，干脆甲话讲完啦。哎，啊，所以伊既然做个总统啊，阁无法度，安尼算无法度，无法度一定要冰掉啦吼，无甲冰掉袂使啦。不过伊找来袂唔敢写，即个光州事件啊，吼，当初是光州事件。迄光州事件伫1980年的5月18日，吼，啊，包括美丽岛事件，啊，甲最近要咧发生的一挂各族群吼，被驱逐，吼，被驱逐，向赶离开迄个做因的族群的地方，或者是灭村，吼，灭村，迄种真相调查会，请阮。妈妈因后头一边小林村那边灭村啊，迄大家拢无看到台面上有任何官员受到什么惩处，完全拢无哈，真奇怪。不过阮岛的人，阮遐总头死千几个人，哎，千几个，1314啊，一生一世啊，拢总死1314，本来是死无遐济，然后佫加死个，啊，所以这数据我一直拢会记，本来是1310啊，尾啊一台车内面拢总侪死个人，哎，对，你话拢总死1314个人哈，小林村对，哎。滅村啊，对。啊，阮妈妈因那边，无啦，啊，600个都可能有领补偿的啦。啊，有的都无通补偿，伊是讲有补偿的600个。啊，有的工作啊拢无去啊，规砖头伊咧大细人拢伫遐，对啊，死了了都无人可去领伊补助金的啊。啊，对，嘿，对，就是呢，超过啦，其实是超过啦。啊，阮知影是1314啦。啊，受人家医生啊，提去补助600几个啦，啊，其他无补助变喏，啊，都无人去来领补助啊，啊，所以遐人无准算，遐毋是人哦，遐嘛是人哦，遐到时拢爱偷吼，当初是踮伊个迄个半山腰遐吼，做迄个工程的人哦，遐个追究啦吼，遐追究啦，啊，这迄个老大馆长啦吼，哎，强。征土地啦，吼，哎，哦，大埔遮啦，吼，对，
啊，一直暗砍，一直用啦吼，一直甲咱去压迫啦吼，啊伊家己本身嘛并无做个啦吼，这个物件到时咱嘛是要家追讨那个正义，追讨正义，对，做些拢已经个，啊还佫有一半户啊啦，还有一两户啦，还叫做因讲个做钉子户啦，讲形容讲钉子户啦，啊其实因则是违法个呢，嘿啊则讲讲人是叫做钉子户啦吼。过来讲到这二八事件吼，我讲较紧个好啊。二八吼，诶，受难者吼，我捌甲研究过吼，拢总分做五种，拢总五种人啦吼。他都有去讲到，就讲二八拢总死12万外吼，有个人讲到13万外吼。反正就是比咱当初时国民党诶政府补助诶700几人吼，搁较侪。啥物人补助诶？李登辉，李前总统啦吼，伊当初时找700几人来。叫做补助，啥叫做补助？啥毋是叫做赔偿？啥叫做补偿？哎，对，意思就讲错不在我。第二项就是讲吼，伊补助迄700几个吼，足侪拢是伊名下的官员，因为当初时，诶啊，做官宦恁是因为台湾诶社会秩序失控，伊才来遮屠杀，宁愿错杀99都不放过一个，吼。啊，所以遐个啊，做台湾领导者，唔管你有外国，你就是甲只台湾人管无好势，反不动。所以恁只管无好势的官员，台湾人嘛是爱死。就是第一项甲第二项，我甲简单个各位介绍啦吼。第一项就是西瓜主义啦吼，我用一个先啦，咱台湾讲到西瓜我大饼啦，所以我用迄个汉文来写西瓜主义啦吼。诶，政经领袖伫咧台湾吼，诶本土的一挂政经领袖，家己以为家己是支那人啦吼。啊，其实有的人是认为讲吼，商人无国界啦吼，什么人来统治拢好，伊只要有好康好地就好啦吼，是所谓的祖国派吼。啊，伫咧1945年二战日本战败了后，用家己新诶自身的身份地位，吼，带领着盲从的台湾人，伫咧基隆甲高雄两个大港口，踮遐舞龙舞狮吼，锣鼓喧天迎接蒋军，吼，很上花。啊，然后佫很积极的接近陈仪，吼、哦，就是当初时的行政长官的陈仪嘛，惊伊等伊唔捌伊吼，所以一直拢一直要佮伊接近啦，就惊后边无好康好摕啦，唯利是图的骑墙商人，吼、哦，即我给伊一个定义啦，叫做专业的叫白啊的祖国派啦，专业的啦，吼、哦，伊佫法度号召人民哦，去佮舞龙舞狮去佮伊迎接嘛，吼、哦，结果起来是穿破草鞋啊，吼、哦，确定佮。有几张相片，各位分享一下。过来第二项就是少数留英，留日啦吼，去外国留学的一挂精英。咱当初时要去外国留学的精英，表示因到处有钱的咧吼。啊，家己以为家己是支那的人吼，家己当作是家己是迄个亚洲迄个中国人吼。伫咧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台湾战败了后，接受到蒋匪吼，就是亚洲迄个臭头啊啦吼，甲陈仪吼。来感召啦吼，感召啦吼，啊，积极要当来台湾吼，要来接这个亚洲迄个伊个亚洲迄个马前卒的位置啦，要来做伊个迄个马前卒啦吼。啊，结果写到一个叫做涉谷事件啦，当作时吼去日本留学的人，人讲以前已经实施着迄个亚洲迄个宪法吼，就是迄个咱的迄个天皇诏书，日本人对待台湾人是拢同款的吼。结果日本一个战败了吼，因谈。咱台湾的一寡讲啊，做精英啦吼，吼，我讲啊粗俗叫做精暗啦吼，精英。但涉谷遐共放火啦，吼，但涉谷遐共放火，然后顶头共写讲迄个日本倭寇该死啦，有诶有诶，一大堆啦，迄图片不雅，所以我袂用个铺啦吼。日本人当初时，咱伫咧清帝国占领之下，拢总互占领231吨，伊无互咱台湾人脱离野蛮，日本人。甲咱战争20吨，结果后壁甲咱建设30吨，互咱脱离野蛮，互咱进入文明，佮互伊去日本学医学，学足侪物件。结果伊去遐去共写日本战败啦吼，日本人该死啦，遐物件。日本人安那对台湾人切心，就是涉谷事件。涉谷事件啦，就是迄个啊，做台湾的啊，做留学生，当初时伫1945年去日本留学，但物啊共违规三组遐留学生，对咱台湾人，互咱。予人日本人感觉咱台湾人已经无药可救，所以即摆来讲吼，有当时啊在讲咱，其他人日本人来无爱对咱伸出援手。你爱好好思考者，当初时像二八的时，日本无爱
社会里面有很多的资源的声音出来哈。因为恁谈，因为遐留学生，谈遐社区遐共放火共。共抢劫吼，啊，遐共做一寡那土匪的行为吼，那像伊是占领国咧吼，伊是战胜国啊咧吼，真好笑啦吼。迄涉谷事件吼，大家有闲的时吼，会当去研究者。哦，即嘛像，哎，对对对，五三组对，这吼，拢一定爱来处理啦。安尼哦，爱讲啦，省力啦吼。因为我现在要台湾要写这省立某某医院的郭院长啊，我现在要讲这人，这个后边这个菜我讲到啊，头前卖讲了哈。现在，迄人巧伊啦，迄人过身啊，伊就是二八的身去用轻生啦。是啊，那伊去用轻生，伊轻生的原因就是，互你做甲院长，省立某某病院的院长的位置，结果你甲台湾人管无好势，所以你该死。二八伊有接受到补偿无？有。啊，这敢是台湾的精英？卖啦，卖阁讲啊，知影就好啦。迄人后台啊，跌啦，系啊，迄人后台，不是在怕啦吼，是为了保护他们啦，不要受到二次攻击啦。啊？啊，姓林的也有，这些都有嘿。但迄、那个你也想啦，我都去做着省立某某病院的院长，这拢是啊做派任官的，这是啊做迄个行政长官，系啊，迄、那个副官。哎呀，迄替啊做替遐猪啊管咱这台湾人的糟糕呢，吼、哦，哎，还是，哎，啊对，这个部分哦一定要清醒哦，咱的总理有讲啊，吼，那去做到第一项、第二项的啊做尿白啊吼，这是兼职的啦，我唔敢讲伊专业啦吼，还是。登记去认真啊！登记讲伊是中国人，其实遐人无日本、无台湾人的资格，因为伊规划中华民国啊。哦，遮人其实是爱公布，我发布无爱知影。感谢啊，咱所长甲咱补充啦。这涉谷事件吼，因当初是有去登录吼，登录讲因是中国人，毋是台湾人吼，遮后边拢甲处置啦，毋管伊有法度摕到咱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嘛吼，共我甲处置。因为伊当初是你，就是已经认定你毋是，你是中国人啊吼。这涉谷这去甲咱，甲咱讲啊，做伊是台湾人吼，伊是占领者啊，伊是打胜仗的战胜国啊咧吼。吼，迄实在哦，可怜啊，不要脸啊。啊，有诶一部分咧是战后诶先所当诶台湾咧做去摸大腿诶啦吼。我卖讲啥物人啦，即大概凡说一挂先辈伊知伊诶名，我歹势讲。姓郭啦，姓郭就知啦，嘿啦。哎、欸，问迄个宜花东州长可能较清楚啦，我讲安尼倒好啊。我卖讲名啦吼，省立劳动病院吼，会过啥物员啦？好啦，卖阁讲啊啦哈，这人甲咱民政府小寡有渊源啦吼。啊，伊因为因爸爸就是当然咧某上迄个做，伊甲我当初是甲伊辩驳的时，伊还阁毋知影讲因爸爸是安那死的啦。伊还阁认为讲伊是祖国派，伊是中国人咧吼。伊阁有迄以祖国为光荣的迄种心态咧吼，真害啦，爱挠头当家己啦。阁来第三项啦吼，时间的问题啦。大部分真正的精英，吼，二八的第三种人吼，都是真正的精英。伊明辨着是非，真清楚着支那的两岸的文化，用本土的意识，吼。比咱的啊做迄个族群的意识搁较好，算讲伊干呐看讲这个物件是非尔，伊不爱讲是啥物族啥物族，日本也好，中国也好，毋过你来遮，你爱保护人民，一个政权你就爱保护人民，因为一个国家就是由人民来建立组成的，啊，你来无来保护这个基本的大家条仔卡，你这个国家一定会崩的嘛，所以因就是讲吼，去迄龙岸的支那文化来接管啊吼，来感觉悲哀，吼啊，然后有当时啊伊感觉讲吼。看安尼吼，未拄好，尾啊就总爱去甲迄个单仪啦吼，遐官员讲。伊虽然去甲伊讲，毋过不爱做伊个官，吼、哦。啊，然后去甲伊讲，啊，然后无就是积极咧运作讲吼，迄、那个也做单仪爱改善，吼、哦，你爱去改善啥物物件，吼、哦，咱会甲要求吼、哦。你啥物？你军队来遮个时吼，啊去共食个拢无共立钱，啊去人遐大个时，人个内面个砖头小姐人判给你，吼、哦。啊，然后一寡迄个作文啊，行啊对。
食到蹲啊蝗虫安尼，吼，巴拉园安尼内面剩巴拉叶，吼，啊，迄个往来园吼内面嘛剩往来虫，啊，往来蛮了了，哦，这拢袂使啦吼。啊，毋过即个人伫二八发生的时阵，会收到头前这两项、这两种的人，吼、哦，提供名单，因为普通时啊，伊就咧讲啊嘛，伊咧讲伊无好啊嘛吼，所以叫这叫别下来陷害，哦，啊，这陷害的第三的，这个第三种的精英吼，替咱台湾人咧出声，愿意出头的人，愿意带领的人吼。嘛是，通常嘛是第一行甲第二行的人较袂，吼、哦，都、就是应该叫的，吼、哦。即元朗市的吼，无名无姓，因为当国民党内面伊无甲造册出来，无名无姓，吼、哦。过来第四种就是社会上有正义感的普通的民众，吼、哦。只要有第三种的人，就真正精英出来的时阵，伊就为着这个台湾向上提升啊，就会出钱出力，勇敢站出来，甲第三种人站做伙，即个人袂。未讲真清楚，分辨讲是日本支那的意识。不过因真了解，因真了解，就是我头仔讲的支那的文化足浓厚。啊，但台湾收税金，但七大屯垦区收231当的税金，甲也做完全拢无让咱脱离野蛮。各种头啊，各咧猎手，就是出草，吼、哦，各等阮北部族嘛，各出草，唔是讲原住民，唔是讲原住民俩，唔爱讲话。平埔族之间也会出草，争头甲争头之间吼。完全都是隔离的，吼、哦，现在要隔离，要让你移植啊。这个针头拍在针头，伊当顶头会当，吼、哦，行徛关山看袂烧炭，吼、哦，啊恁各州，迄、那个也做迄、那个各针头家己去拼嘞，吼、哦，就是在这现象，日本人就袂啊，伊予咱教育，予咱脱离野蛮，吼、哦，啊，不过伊袂讲啊遮清楚，不过伊嘛是强，迄有人无私吼、哦，啊，淡仔讲啊，干脆卖讲好啊，啊。我都豆豆做，啊！你啊看到迄个啊，迄、那个单机遐兵拢安尼真害咧吼，啊，无人去讲，结果有人出头的时，伊就站出来斗天啊，斗小天啊吼。啊，毋过真清楚，1945年遐登山地啦吼，就是单机的军团啦，拢咧欺压咱本土台湾人，因的积极愤愤的迄个强暴啦、强奸、强锁、白吃白喝等等作为的成立军团，吼、哦，只为着正义来勇敢站出来，就算牺牲性命嘛，在所不惜。为着愿意为着台湾人立正，就是这个精神，就咱即马普遍的台湾精神，就咱各位参议员吼，咱即台湾有台湾精神的人，我们至少都还是第四种人啊。咱不过咱不是第一种、第二种人吼，啊，第一种、第二种，迄元朗市的吼，迄不是真正元朗市，迄是叫做真正真该死的啦。第三种甲第五种才是元朗市啊。过来第五种就是遭受到蒋介石征兵第十一师，迄就是单于去讨的兵啦，讨的救兵啦吼。第十一师就是伊的四川军团啦吼，来清乡，吼、哦、无辜遭受扫荡的，受过日本教育的本土台湾人，你单路的行，你只要会晓讲日本话，你就死啊！伊就甲你抬，因为因四川的人，四川的兵足讨厌咱台湾人，是安那？你知？当初是蒋介石伫咧战争前是秘伫咧重庆。啊，要去解放宅，无人机是对咱台湾这边叫做陆乌空战队飞过，对高雄、台高甲啊做咱的新竹这边机场飞去的，但是本土飞袂到啦吼，但咱台湾飞会到，所以蒋介石秘伫重庆的时是咱台湾飞行机去甲弄的。啊，因当然一半只叫拍落来啦吼，啊，伊就发现到只是台湾人，啊，所以因足讨厌台湾人，台湾就是中国，迄是咱台湾人唔知影呢吼，歹势啦吼，台湾人就是日本人啦吼，因中国人拢知影。哦，因中国人知影，只是咱台湾人家己唔知影，咱是日本人。吼、哦，人佫会晓起来会晓讲，恁即会晓讲啊，做迄个日本话吼，拢袂让你死，因为恁就是日本人。吼、哦，拄着人就开枪就对了吼、哦，在军车上架上那个机关枪哈、哦，见人就杀。主因就是这些四川籍军团二战的时候，蒋介石躲在重庆遭受，我惊因听无，我讲屌话无要紧啊，遭受。台湾的日本军机轰炸，21师愤恨本土台湾人，因此走到哪里杀到哪里，只要军队开到地方，无一幸存。军队开到地呢，甲阮家己开去哩，甲阿做达邦，吼、哦，开去哩甲周族的所在，含周族的人拢抬清乡，全部拢抬，对，规排拢咧抬。嘿，周族甲本来五个部落，现在剩下三个，灭族，灭族。即头先讲吼，第一种甲第二种了别啊，是安那会强误杀，吼、哦，主要就是因为单于诶请求援兵的报告顶头虚构本土台湾人甲共产党接洽，这是无影无假吼。
伫咧蒋介石起来伫咧台湾进前，咱则是日本统治，哪有啥物共产党哈？迄就是叫做睁眼说瞎话啦，吼、哦，意图谋反，吼、哦，也讲咱台湾人意图谋反啦，吼。啊，伫咧蒋介石的授意之下啦，原本是要叫迄个啊做因的迄个湖南军，加做因的浙江军来压制，吼、哦，那因来压制可能袂啦，吼、哦。结果因都咧拍国共内战，吼、哦。迄两个军团咧拍国共内战，尾仔总要去派四川咧，嘿，去派四川咧。哎，对对对，迄、那个土匪仔团呐。对对对对对对，天安门事件的四川兵，拢无读册，着无受着文化的熏陶啦。伊知影啥物叫做人权啦，对啦。对对对对，叫台就台啦吼。伫咧。蒋介石的授意之下，瓜万分啦吼！这人我定下甲点出来啦，我唔惊后代来找我讨啦，我嘛咧我无找伊讨袂歹啊，我唔惊伊啦。瓜万分甲平民这两个人吼，展开杀人比赛啦吼！瓜万分甚至讲，宁愿错杀一百个，也不能放过一个。这伫咧差不多十二当前的时候，伊接受到迄个啊做媒体的访的采访的时候，伊阁坚持这句是无唔对的。伊当初伊讲的这句话，伊甲伫咧十二当前，啊，伫咧四进前，哎、欸，十二当前还是十五当前啦吼。伊四进前吼，有接受到采访，伊但媒体顶头讲，我到现在没有认为说这个是不对的。嘿、欸，不然怎么走去里边讲？嘿、欸，因带阮隔壁的时，我可能也出丑。伊唔敢来带我隔壁。因此第一类甲第二类的要杯啊吼，嘛必须爱死。就是安尼啦吼，就是因为宁愿错杀九十九都不能放过一个啦吼，所以第一类甲第二类迄间归顺以后，锣鼓喧天安尼去甲请哦吼，啊然后上花徛安尼吼，徛迄国旗去甲迎啊，去甲迄流氓旗去甲，迄时阵也未流氓啦吼，一九四五年才未流氓啦，来讲事实啦吼，一九四九年才流氓啦，去甲赢哦，啊所以这人就是身兼各阶层社会的领袖，啊遐人有名有姓，大富大盛。哦，啊，不过伊就是去挖尿，去做人尿杯啊，啊，尿杯啊管无好，含尿杯啊拢爱死。哦，最近几年吼、哦，国民党的流氓政权用补偿的方式，向我七百几个人二百个受难者清白。哦，敢那限制第一类甲第二类的尔啦，吼、哦，第一类甲第二类的尔啦。虽然我当只爱讲啦吼，袂当讲人七百几个全部拢死啦，唔过大部分拢是有带头去庆祝光复。去赢祖国，去摸蒋介石大腿，啊，单于大腿遐叫白啊，大部分拢是啦，啊，不过有一部分唔是，咱爱讲事实啦，吼，唔是全部，吼，啊，不过因的作为，咱后边拢爱个清算，我即拢一定爱清算，还给历史一个公道，这是转型正义，吼，过十分钟呀，无啊，过头啊，啊，歹势歹势，啊，无咱时间到遮啦，我只简单个过一分钟得啦，这就是台湾光复的一个事实啦，吼。当初时，这就是国民党，这是第一国民党的党史馆吼，恁会当去看吼，有闲的先去甲因看，看因迄破庙内面的西砖吼，伊这张上奥地的吼，对内宣称台湾光复，却在制高点插着美国国旗，你也看，这是美国国旗吼，这我无甲变造，我袂晓变造吼，我唔是银川五藏，我但只透过媒体甲大家讲，我唔是银川五藏啊，我是林永成吼，这嘛美国国旗，吼，这迄个一条遐下边的怎看嘞，吼，这叫做台湾光复，笑死人啦吼，台湾是。到现在还是美国的占领区，未处理旧金山合约还没处理至最终的占领区，咱的物件就是安尼尔尔。好、哦，时间的问题，感谢各位前辈同心，好、哦，感谢大家。